全马来西亚就只有我一个啦，孙悟空唯一指定姐妹。你吗 ？That's right， 今天要仿妆的就是来自《神觉者》Dislike 里面的唐轩。唐轩是一位得到孙悟空能力的少年。其实我很早之前都注意到这一款游戏了，他们的游戏定位非常的吸引我，里面结合了各种神话故事人物的能力者，比如说一个性感的重击帅妹其实是北欧神话里面奥丁的能力者，埃及神话阿努比斯是一个充满知性的狗头绅士，还有中国神话里面最爱的哪吒跟敖丙，甚至连那个在奈何桥上为你喝汤的孟婆都有，再加上整个游戏都是浓浓的流行音乐风格，音乐真的非常好听，角色跟界面也都设计得非常好看，玩起来真的非常的带感，我自己本身已经玩了一个月了，我没有再骗你，来上我的账号，我已经满等非常久了。讲到音乐，你知道我跟这款游戏多有缘吗？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音乐点播系统，里面其中呢有一首歌叫做 My Time， 我们来听听看。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有点耳熟呢？没错，这首歌就是我周边产品影片的背景音乐。Oh my god， 我整个吓傻耶，也太巧了吧！这个游戏整个就是在一个品味的国度耶，而且没想到厂商会来找我业配这一款游戏，我真的超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款游戏。我在这个游戏里面的 ID 呢，就叫做 Anima Jeans， 所以呢，还真的有几个观众跑来问我是不是本人。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大家，没错啦，就是老娘本人啦。对啦，我没在拍影片的时候，就是在玩游戏啦，我就宅，我就烂。当初厂商说想要我仿妆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人物，我会被什么神话人物附身呢？应该是最美的女神阿芙洛狄。我马上就选了唐轩，也就是孙悟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听说唐轩这个角色原本的设定呢是女性，但正式发布的时候变成了男性啊。这不是超适合我的吗？而且你知道我跟这个角色有多有缘吗？我的第一个传说级角色就是唐轩，但超多玩家因为孙悟空性转而叫苦连天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老婆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们的老婆还在，而且不会怀孕。在我们上妆之前呢，当然要先戴我们的隐形眼镜。啊，虽然戴着隐形眼镜化妆非常的不舒服，但是我不想要毁掉我的妆，因为我是一个戴隐形眼镜会把妆弄花的人。嗯，接下来还是要在我的假素颜上面上粉底。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 Juvia's Place I Am Magic 的630色号 Capri， 这个是属于偏深色、健康肤色一点的。可以稍微上在嘴唇上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唇色跟我们的肌肤颜色是差不多的。这款粉底的遮瑕力度真的很厉害，连黑历史都可以遮掉。记得你的脖子也要上，还有你的鼻孔。我的眼睛已经快要自转一圈了。接下来还是眉毛，眉毛的话同样也是用来自 Juvia's Place 的这一盘的 Zulu 彩盘里面的这个橘色，来画出我们威风凛凛的眉形。接下来我会用这一支来自 Etude House 的眉笔来画一下我们的毛流。我喜欢在二次元的妆容里面加入三次元的元素，就是有点2.5次元的感觉。OK，我的隐形眼镜又跑位了，我不管它了，让他们自己跑吧。我们把另一边的眉毛给画好了，隐形眼镜也自转一周了。接下来是修容，修容的话，我们用这一盘来自 Himi 的三色修容盘，终于找到一盘好用的修容了。鼻影这边也要修一下。用点这个 Ben Nile 的散粉，用美妆蛋把鼻子的形状切得更小一点。有没有觉得鼻子更窄更小了呢？接下来是这一盘来自 Jeffree Star 的 OG， 这一盘很厉害。如果你是彩妆师或者是你喜欢 cosplay 的话，这一盘绝对非常好
用。我现在就要用这个最亮的 I am shy 来当我鼻子的高光色，有没有小小又翘翘的鼻子？就像是眼影啦，眼影看似简单，但是画在人脸上面真的是不科学，尤其要画在我这个内双又下垂的眼睛，根本就是易容术的等级，所以我尽力了好吗？用这个颜色叫做 Bed of Floor， 用这个颜色来上我们的眼窝打底。接下来用这个颜色叫做 Invitation Only， 这个部分有点紧张，因为这是改变眼型的部分。接下来用这支来自 Art Deco 的褐色眼线笔来加强眼线的部分。这眼妆只能睁开眼睛，看一闭眼睛都觉得超怪的。接下来我要画的是这个黄色的下眼影，但是黄色是非常非常难显色的一个颜色。然后我看久之后，我觉得这不是黄色耶，这应该是金色哟，所以我们来画金色的下眼影吧。首先我们用这个来自 Pilui 的金色打底膏打在我们金色眼影的位置上。接下来用这一个 Juvia's Place 的 Magic Mini 里面的这个金色叫做 Nubia， 它的名字真的叫 Nubia， 把金色叠加在上面，这颜色太美了。这个颜色没有愧对它的名字耶。同样用我们的褐色眼线笔来画出我们新的下眼睑的位置，来沾一点这个 I'm close， 这些名字都让人好害羞啊。来画出我们新的下眼眶。接下来我会用这个来自 Fenty Beauty 的珠光白色眼线笔，我会把它补在这个我预留把眼睛放大的下眼睑的部分。有没有这个画下去之后直接省下一笔开眼角的费用？接下来用这个 Booby Trap 轻轻的勾出我们的双眼皮。接下来用我们的 Belgium 的褐色睫毛膏之前呢，要夹睫毛。最后再用这个 knee pad 轻轻的刷在金色眼影的下面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？因为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东西看起来更亮的话呢，你就要把它旁边的东西变暗，就是需要这么一点点的细节。如果你想要更搞刚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拿一些假睫毛结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粘在这一些新的眼睑上面，就会看起来更像真实的大眼睛。但本宫今天累了，不想做这件事情，我只想赶快的把我另外一只眼睛画好，因为你看这两只眼睛的差别现在有多可怕。在这个漫长又无聊的化妆过程中呢，我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优点好了。这个游戏呢，它是直立式的游戏 UI 界面，真的很方便，就是随时你偷玩然后又不被发现。它也没有那种每日限时活动，就比如说一定要在七点打坐啊，八点打 boss 啊，就算有限时它也是给你24小时去玩成的那一种，所以随时都可以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完成也不迟。而且这个游戏的资源非常充足，很多任务完成之后都会送超棒的资源，简单的关卡可以挂机，复杂的关卡可以让你神经兮兮，总之是一个非常适合现代人玩的游戏啊！要对称我这两只眼睛真的有够难的。接下来我用这个 Jeffree Star 的遮瑕膏来上在我们眼下的部分，稍微提亮一下眼下这个地方。接下来我们来画雀斑，同样也是用这个 I am close， 真的就是几颗雀斑。接下来是唇妆，唇妆我刚讲过了，就是用这个粉底直接压在嘴唇上面。唇膏呢，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同样也是来自 Jeffree Star， Open here for nudes， 就是我们的裸色的唇膏的意思。我们用的这个色号叫做 Celebrity Skin， 这个裸色超美的，上在我们嘴唇的内部，而且它有那种香草冰淇淋的味道，真的好想吃哦。有没有这颜色一上去就觉得整个自然多了？接下来是他嘴边这两个铆钉的穿环，我们现在就出去穿环吧。
开玩笑的啦，我们今天用贴的，涂一点假睫毛胶贴上去，两边要对称，好可怕、哦、大概在这边吧。 OK， 妆容的部分完成了，那我现在去戴个假发，穿个衣服，戴个饰品，我们等一下见。还是继续塌陷，下次爆个再见。还是继续塌陷，俺毕竟带你开线。还是继续塌陷，俺们靠谱你太贱。还是继续塌陷，下次爆个再见。恭请孙悟空驾到，800英尺，500英尺，降落，降落。这就是我想象中唐轩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 What do you think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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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没有一种老婆回来的感觉？这个假发真的很厉害，我跟你说，做这个假发的假发师，他就是被我刁难到快要哭出来了吧。这个游戏的中文玩家真的好少、哦、在中文频道我觉得好孤单、啊、大家快来陪我玩，我会把下载连接放在资讯栏里面，然后你可以在游戏里面输入我的虚拟代码，可以兑换超棒的虚拟宝物哦！我自己都还没输入，我先输入。OK，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这影片，请在下面按一个赞；如果还没订阅按钮的话，请往下面红色的按钮走下去。然后把这影片分享给你喜欢老婆变老公的朋友，变老公才比较强啊，因为老公有金箍棒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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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厂商不要打我。